你决定了吗？去夏威夷吗？不是。爸，是我留学的事儿，我们同学都出国了。决定了，陈总介绍我们到嘉诚海外移民。感谢嘉诚海外帮我们顺利地办理了 BC 省投资移民，现在我们成功创业了。诚信与务实是我们嘉诚海外团队23年来服务的宗旨。移民留学请找嘉诚海外，嘉诚海外咨询专线604-273-1395。海南黄花梨桌椅、小叶紫檀格柜、知名书画大师墨宝、历经数年方得一品的普洱茶以及手工茶具，这些极具中国传统意蕴的文化瑰宝，随着中心的开幕，正式向加拿大温哥华本地钟爱文化艺术的文人雅士亮相。东西会说话的，而且呢，创造这么一个环境，他们会不知不觉的在这种环境上就会喜欢上，也会认同这里。经过近一年多的筹备和规划，占地面积3300尺的三生园文化中心是目前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最全面展示中国文化艺术的高端文化机构。作为兼具艺术品展示中心和以园会友、以文会友文化驿站为一体的艺术中心，三生园未来将采用会员制管理，开辟加拿大本地中华艺术赏藏和文化交流的全新平台。不同的艺术都在这里，然后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都是最好的，那么今天是大开眼界。The language is universal. People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can actually enjoy the art, and interpret it the way in which they want to. So being in the heart of, downtown Vancouver is a very, very choice location.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we can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So to have this gallery in place, it's really a testament to the incredible richnes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here in Vancouver. 作为中国三生园艺术品有限公司在海外开设的第一个文化赏藏平台，温哥华三生园文化艺术中心致力于在北美开拓新中式风雅艺术生活的先河，旨在为本地中华文化爱好者打造沉浸式体验，并将赏花、鉴宝、闻香、品茗、谈艺完美融合。凤凰卫视，祖克勤、李元波、殷明江，温哥华报道。